大家好，我是耿聊聊，来自于中国。今天是2023年的，说错了，今天是2024年的2月10号，也是中国的大年初一。我看很多外国的朋友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农村非常感兴趣，就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农村吧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，是我的老家，也是我的家乡，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榆林乡余庄村。这就是我的出生的地方吧，反正从我出生就是在这里。我的家乡，我的这个乡村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但是大家也是能够看到啊，我们村子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人啊，确实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人。我们村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后面你看，这周围全都是一些破烂的房子。这些破烂的房子说明了什么？这些破烂的房子说明了这些房子啊都没有人住了，要么就是住的人已经去世了，或者说住的人已经去了别的地方，就说这个房子没人了。虽然说房屋在，但是没有人，知道吧？其实房子什么的，我觉得也不如有人气重要。当一个地方没有了人气，你就会感觉非常的那个什么寂静啊。可能有一些人会喜欢这样的环境，但是绝大部分人我想还会喜欢这种热闹、有人间烟火气的这种生活，这种乡村啊。可以说从我小的时候。我的家乡，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农村余庄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面还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虽然说这个房子在以前就是这样，那时候还没有破烂，最起码住着是没啥问题的。另外，当时的话，我们村这边村子里面的人不像现在，就是变得非常的少。当时的话，农村还是挺多人的，包括像我是中国的这个00后，也就是2000年后出生的，俗称00后。我那时候我们的小伙伴还是挺多的，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，这个村子里面这个人越来越少了。人少的一个原因，第一方面就是。生孩子的人少，然后出生人口下降了。另一方面就是，村子里面很多人都在城市里面买房了，逐渐的背井离乡，去了另一个繁华的大城市，然后定居，然后在那里开启他崭新的生活。人各有志吧，反正每个人都有不同选择。另一方面，再说明啊，在农村的话，各方面是不如城市的，有一方面可能就是这里比较安静吧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金钱的这个压力的话，如果有钱的话，在农村搞一个小房子、小院落，其实是挺好的，心情也舒畅，也没有那么多烦恼，生活节奏也没有那么快，生活节奏会非常的慢，非常的舒服。我们。就是现在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乡村里面都在城市里面买房？买房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结婚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中国的话就是想要结婚，首先第一方面就是彩礼，也就是俗称的给女方的这个金钱，给完钱之后还需要一定的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。什么家庭条件比较好？就是说家里面富有，家里面比如是做生意的或者什么的，就是比较有钱啊。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房子。这房子可不是说我们这边就是农村像我家这样的房子。我们家这种房子虽然说是楼房，但是其实有跟没有也差不多啊。他们要的不是像我们农村。的这种房子，而是城市里面的
房子，就是城市里面的那种住房，不是我们农村的这种，就是城市里面的房子。然后车子的话，不是那种面包车，大家都知道，汽车也分很多种啊，不是说什么三轮车、电动车、摩托车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差不多的这种汽车。是要房子、要车子、要彩礼，还有家好的家庭条件，这几样如果说缺一，基本上不可能结婚，就这么现实。现在我们中国的话，现在男女之间也非常现实，也非常明了，就说有钱了我们就来往，没钱了我们就拜拜。现在人就是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这是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吧，也非常实用于现在的这种男女关系啊。大家也看到了，就是我们这个村子里面，反正怎么说呢，这个人是越来越少，村子里面也是越来越破败。反正这个村的话，人口在逐渐的下降，然后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人是哪些人群呢？就是一些老人和留守儿童，而一些其他的这种人口呢，可能会在城市里面打工，有的可能已经移居到城市里面去了，然后他们可能就与我们这个出生的地方说拜拜了，就再见了，他们就会在新的地方开始崭新的生活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出生的乡村，他们开始远离，去了另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开启了一段崭新的生活。这也是种种原因导致的。因为在农村的话，其实各方面确实是不如城市的。就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啦，啊，交通啦，就业机会啦，还有就是结婚啦，等等等等。所以说这也造就了就是城市的人口在逐渐的增多，然后农村的人口在逐渐的减少，形成了现在这种村子里面啊有房子但是没有多少人，也形成了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啊，慢慢这个房屋开始破败，慢慢的这个房子开始那个啥，然后我们这个农村也开始走向没落，逐渐的大家都涌入到这个陌生的大城市，进入到一条快车道之中。因为城市里面的生活节奏是特别快的，不像我们农村这样，就是比较轻松，生活节奏也没有快，没有那么快。城市里面它是截然相反的，虽然说你有钱的话，其实在农村是非常好的，当然你是个穷人的话，你肯定要去大城市。大城市咱们不说去大城市买房的，就最起码在大城市能够就是赚钱，能够赚钱回来花，然后能够让咱们生存下去。不然的话，你身为一个穷人，身为一个普通人，天天在农村里面根本就不行。另外我们中国的这个农村就业机会比较少，除非你自己做点生意。其实农村我们这边人口太少了，也没有什么生意可做的，比如说开超市了什么的，生意都不太好，开饭店了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口，没有人口你开个店也赚不了什么钱。所以我们农村你可以看到，基本上除了一些养殖的或者是种地的，基本上别的生意都不怎么样，这是真实的一个情况。所以这也导致了我们这边这个农村慢慢的变成了这个样子。现在中国的农村应该跟我们村应该差不多吧，可能有的村子里面好一点，但是绝大部分应该就像我们这种村子一样，就是慢慢这个人口开始涌入城市，然后农村的人口在慢慢的消失，最后呢大家有本事的、有钱的或者怎么的、有追求的都去了城市，剩下的就是一些不愿意去城市里面，或者说不愿意去
快车道跟别人去竞争啊，干嘛的？可以说现在农村这个人基本上都是小的小，老的老，就年轻的劳动力都在城市里面。年轻人，你说谁在家呀？在家根本就不行。别说你自己，你说啊，我在家玩呢，什么样？但是家里人是我们这边是不会同意的，就会让你去找工作。因为我们中国，你不上班，你根本生存不下去，你会饿死的，知道吧？我们中国不像一些国家，可能有相对健全的、相对健全的那种机制吧。反正你不上班了，天天给你发免费的食物，天天给你免费发钱。我们这里反正我是没有见到。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收入来源，不工作的话，基本上只能等死。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天下。大家看一下，反正我们村的话，真的是有点一言难尽啊。我心里也是很失落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是大势所趋，我们一个人是改变不了什么的。我们能改变的就是我们想去哪里或者想做什么，尽量的去做，尽量的去完成它，不管能不能，反正我们去尝试了，也就这样了。其实我们人从出生啊到死去啊，这一段漫长的人生之路，我们能够决定的事情真的不多，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决定不了的，还有就是我们要被迫的接受某某某。所以我们人活着其实也是挺可悲的，可能有钱的那些人投胎投的比较好的那种富二代了、官二代了什么的，他们可能生活比我们普通人要好一点。我们普通人可能真的就是为了活而生活着，而那些有钱人、那些上层的人士呢，他们是真正的生活，我们就是活着而已，真的就是活着而已，很现实，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啊！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？然后现在是中国的下午时间，16:58了啊，马上就5点了，再过一会儿这个天就黑了，看我们这边夕阳西下了，马上这个天就看不见了。现在这个天我感觉还长一点，等过段时间可能这个天黑的会更快。然后我给大家就看一下这个我家房子外面这个村子的这个情况吧。这个房子是我家，可以说我出生的时候就盖的这座房子。我家的这个房子有很多年了，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没有变了。而我们家这个前面的这种都是新的，大家也可以一眼看出这边的砖墙颜色都不一样，这边是石灰是不是，这边是水泥，看着都能看出这边是新盖的，就是去年的时候，大概是3月的时候我家自己搞的。之前这个房子的话都是跟我家门前这种房子是一样的瓦房，然后现在到了我家的这个门外，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我们村的这个情况吧。这边大家也看到了，瓦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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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这种房子的话一般都有人住，但是像这种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人住，然后像这种基本上都是没人住的，对面那家也没人住了，可以看到那个门直接就那个啥了。然后再往前面那边有人住，那边有几户人家，这边这一家，然后去年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然后人没了，这是我一大家子了，跟我是一个姓的，我也姓耿，他也姓耿，我们是一大家子。然后现在村里面真的是没多少人，
真的没多少人，除了寥寥无几的几户人家。看一下这边吧，我家这个右手边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可以看到我家门前的这个路呢都是这种土路，这边的这种路还是我家自己弄的土垫。然后我家门前就是这个破旧的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是没人住了，这边也没人住了。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农村，反正挺破败的，这是真的，看到没有，就这样。这边也没有人住了，这家好几年都没人了。我家这边这一家也是去年人没了，应该是我出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当时是去年的4月多上班，这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的。他家之前也是一家老人，然后没有儿子没有女儿，然后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五保户，后面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去世了，然后我回来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。我从东南亚回国的时候我还会看到他，这一家老人经常骑一个电瓶车去镇子上面去逛一逛，然后去看看戏，哪里有唱戏的就去听一听戏，然后玩一玩。这边的话这个路就特别差，你看我的脚上全都是泥，看到没有，这边的雪都下了好几天了，但是也停了好几天了，还是没有化，还是踩到雪上，踩到这个泥地上，甩都甩不掉，兄弟。我们家后面的就是麦田，我们中国的这个河南省这边基本上都是种的这个小麦，我们一个省这个粮食基本上养活了全国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人口，基本上我们中国的很多人呢都是吃我们河南种出来的这个面，中国无非就是大米面，这不就是主食吗？其他国家也就这样，也就是面，然后还有就是大米，基本上都差不多，粮食也就这么几样，你说你还能吃什么？对了，我们这边还能种玉米、大豆，我们这边能种的东西也挺多的。但是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种的这个麦，怎么说呢？确实是长势是挺好的，我们这里也是适应这种农作物生长。长势还是蛮不错的，我们这儿一年能种3季，然后像这时候冬天到春天，然后这时候这个小麦就进地了，开始长了，然后到夏天的时候收了，然后开始种麦了或者豆了，反正一年应该能种3次。这边的话你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农村的话其实景色还是蛮不错的，虽然说没啥人，但是怎么说呢，我感觉这个农村的这个空气要远远比那个城市里面要好，另外这边也是比较安静，像城市的话就非常热闹，生活节奏也非常快，你看在农村的话其实生活节奏挺慢的，因为也没啥人，也没什么干的，说实话除了就种地讲讲麦，然后用那个药打打农药，收收小麦，收收农作物，你说还能干啥？在农村的话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所以说我们这边很多年轻人就去了遥远的他乡，去了一些超一线城市去打工，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
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去，但是这又能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啊，都是无奈的。其实大家都不想离开家乡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不离开家乡只能死路一条。在家乡没钱，那就没办法生活。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，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存，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，为了能够传宗接代，为了能够娶老婆，为了能够买起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才选择了背井离乡。如果我们这里就像超一线城市一样发达的话，工资，农村的工资跟城市一样高的话，谁愿意离开家乡呢？都不愿意。所以说这就是没有办法的，也是不公平的。有些国家发达，然后他们的钱就比较值钱，有些国家落后，他们的钱就不怎么值钱。有些国家的人民生活质量非常好，有些人民质量就生活非常差。所以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公平可言，一切都是我们在未知之中选择的，在未知之中降生到这个世界之上。就简单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农村的这个状况吧，反正大家也能够看到，我们这边种的呢就是小麦、大豆，然后玉米，还有其他农作物也挺多的，我就不一一说了。基本上种的最多的是小麦、玉米、大豆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房子的话，基本上有盖楼房的，有盖这种平房的，这种是商品房。在路边以前其实想着都能够做点生意什么的，结果这个人口流失的特别快，在老家做生意根本就不行，这是真的。然后这边的房子的话基本上就是这，基本上我们中国的话就很少人住这种房子了。也不是说没有，有一些特别老的老人家可能住这种，就稍微年轻一点，三四十岁的最起码也能住那种房子，就那种一层的小平房。就像我家这种房子就盖的特别早，我家的房子是我出生的时候盖的，这个房子就盖的早了，看起来就比较老啊，但是也是挺不错的，能住。反正我这个人我是挺喜欢这个农村的，我是不怎么喜欢城市，但是没有钱呢，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被迫的去选择某些事情，而并不是说我们真的喜欢去做，是没有办法。看我们这边的这个路，这村里面的路根本就没修，除了那种大路上可能是水泥路，然后柏油路，像我们村子里面的路就是这，就是泥路、矿渣路，出来一脚泥，看到没有多少泥。我家的这个房子还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吧，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这个朋友你们家的房子是什么样，但是我家的房子我觉得还是不说在中国是非常好的吧，还算中下等吧，还是蛮不错的。可能有一些人比我们家的房子还要漂亮，我们家的反正就这样，我们家在中国来说是比较差的那种，也不是说最差，反正是比较差的。比这有钱的是真没钱，比这真没钱的多少有那么一丢丢钱。这是我家喂的这个鹅，这是我们中国的鹅是这种白色的。我在东南亚国家的话，我女朋友家她家养的鹅是那种黑色的，很小。我不知道为啥每个国家好像这种生物都不太一样，你看那边是鸡子，
我们中国的机制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们国家的机制是什么样的。然后这边是一个过道嘛，墙，然后当一个低压，就是生活的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就是喂它一些草啦，然后玉米，看这边有点玉米。这玉米的话是种出的那个玉米，这籽儿比较小。然后这边的话是我家的一个厕所，大家不知道认不是认识这个，下面有英文啊，男女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洗澡间，这边的话都是去年修的。这边的话是一个自己做的这种洗澡的地方吧，我家也没有安那个太阳能跟热水器。然后冬天的话一般都不洗澡，然后夏天的话就用那个凉水洗一下就好。买个热水器300多人民币，家里面说安那个没啥用，然后就没买，我奶奶不让买。然后这边的话是我家这个准备的年货，这是炸的鱼跟丸子，这边是鸡肉，然后这边是腐竹，然后这下面是饺子馅，还有这个肉，这个肉是我湖北省的姑姑然后寄过来的，这个猪肉。反正年货就非常简简单单吧，就这么点年货，啥也没有。然后这边的话是我家的一个厨房，看一下，我家现在还在烧柴火。这个烟囱修的不太好，然后一烧火的话就到处都是烟雾缭绕的。然后这是我们家自己砌的一个灶台，这是我爷爷砌的。然后这个橱柜的话就是找人做的，是仿照湖北省那个姑姑家的那个厨房做的，这种都是那种地板砖，然后这上面也是一个石板，然后这边就贴了一下瓷片，然后到上面就没有贴，看起来还一般般吧。这边是我家奶奶天天拾的这个柴火，反正外面也是剁了一大堆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修的一个停车的地方，三轮车，然后摩托车，两个摩托车，一个脚蹬三轮车。我们中国的话就是这个是非常流行的，这个能下地拉东西，能坐人啊，挺方便的。我们中国这个电动车很普及，可能其他国家应该是没有这种车子，还有这种，还有这种。有这种的话，可能就是那种烧油的这个摩托，三轮摩托车。我们这边是纯电动的，这边是纯电动的，这个电动的，这个是电动的。我看在国外的平台，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平台上面，就像美国世界第一强大的这个国家，但是他们国家好像是这种电动三轮车不怎么常见，很多国家可能都没有普及这个东西啊，就这种电动车。我相信很多国家都是用那个烧油的车子，烧油的摩托车，对吧？汽车，我们这边就是电动车比较多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大门，这个门的话有差不多好几米吧，具体多少我忘了，在外面也是挺漂亮的。这上面是中国字啊，可能很多国家的这个朋友应该是不知道的，我给大家念一下吧。这是家和万事兴，然后是福旺财旺运气旺，然后这边是家兴人兴事业兴，这都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一些就是这种词句啊，
这都是古人的智慧啊，兄弟们，各个国家的这个朋友们，我家外面整体就是这样的，还是蛮不错的，对吧？然后简单的看一下了我们这边这个院子啊，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屋子。这边呢是给狗子搞的一个狗窝。然后那边也是有一个狗窝，然后这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电视，反正非常简陋啊。比这其他国家的话可能稍微强那么一丢丢，比这发达国家的话确实不太那个啥。这是我爸爸妈妈住的一个房间，里面还是挂的有肉啊。那一个简单的小桌子，然后这是一个床，然后这边就是放一些东西吧，米了油了面了什么的都在这里面放。然后这边的这个房间的话还是可以的，不算大也不算小，就是这边有点潮湿，地下容易反潮。这边的话是我爷爷奶奶住的一个房间，我家的这个灯泡是节能的灯泡啊，反正不太亮，大家将就看吧，可能有点看不见，我把灯光打开啊。然后这边的话是我爷爷奶奶住的地方，然后这上面是一些充电器什么的。这个床大概有几十年的历史，这个床是个古董床，当年是自己用那个铁做的，找人做的，这个床挺结实的，睡了几十年都没有坏。然后这边是放的一些衣服，都是别人穿过的衣服，然后我奶奶拿回来穿。老人家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老人家也没有什么收入，没有什么来源，就是能节省就节省吧，不像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些年轻人什么都买，有钱就花完，没钱就借钱。老一辈的不是这样的，老一辈的非常节俭啊，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。然后这几个柜子的话是我小时候买的，应该跟我的年龄差不多，应该都是20多年了。这边还有一个电视，这个电视坏了，这边桌子也是20多年的。我们家这个房子都有20多年的历史了。灯关掉。然后这里面客厅里面就有一个冰柜，这个是老式的缝纫机，是用脚踏的。这边这个椅子也挺有年代感的，大概有20多年的历史了，跟我年纪差不多。然后这个电视的话也好几年了，全都是老古董。然后这个是一个表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坏的，小的时候就不能用了。这张照片的话是我姑姑，这是我姑姑的孩子，然后上面这个就是我，然后我的旁边呢就是我的女朋友，当时在东南亚国家认识的，我们在网上聊了好几年，后面然后去他所在的国家，然后我们两个成功的见面并在一起。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。然后这上面的话就是一些对联呢，这都是非常有年代感的了，有些东西比我的年纪都要大。这边还有我小时候的奖状，我小时候学习也不怎么好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奖状。这是我的奶奶。奶奶。这是我的妈妈。进来做猫。这是呆的。换上。
然后再去看一下我家楼上吧。我把钥匙拿一下，把钥匙拿一下，然后开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农村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家里面吧。楼上的钥匙好像找不到了，问一下我奶奶。哎，钥匙嘞，楼上钥匙嘞。现在你要就看看谁要么找。搁那儿嘞。开着门嘞。开着门嘞啊，好。开着门呢，然后直接上去看。这边是狗子的一个窝，狗子在里面睡觉。然后这又回到了刚才我下楼梯的地方，也是我睡觉的地方。以前是我爸爸妈妈在上面睡，后面变成我。我家这个楼梯挺有年代感，都有点坏了，我感觉。然后我家的这个爬梯呢，能够上上面，不过上面挺危险的，所以就不给大家看房顶了。这个是可以人爬上去，然后把那个瓦掀上去，然后就可以跑到房顶上。这边呢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卫星接收器，就是看电视用的，俗称小锅，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，反正我们中国是这样的。这个是免费的，然后可以收看一些省份的城市什么电视的，挺方便的，反正不要钱。然后这边的话是楼上的，应该说是客厅吧，但是放的是杂物，都没用。这边这个房间的话是放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被子什么的都在这里，这些东西也很有年代感的，全都是古董，很多年很多年。这里面是看没有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黄豆，其他国家应该也有啊。这里面是花生，这是面粉，我家的面都是用那个麦子磨的，都是用自己家种的粮食，然后去镇子上面有专门的磨面机，然后花钱磨的。这里面都是一些被子、衣服了什么的，都是老古董了，反正都是很多年的。然后这边的话是，不知道大家认识这个不认识，这个是我们中国的红薯做成的干，俗称红薯干，也就是把红薯切，就是削成这种薄片，然后放在外面晒，然后晒干，就这样。晒干之后可以储存很久，然后吃的话就洗一洗，然后泡一泡就可以下锅了，吃的也挺不错的，挺好吃的。这个箱子好像比我的年纪都要大，这是我爸爸当时打工用过的。这里面好像有雨衣什么的，好，这边的话是粉条，红薯粉条，用红薯做的，一大包，看见没？红薯粉条。然后这个鞋子也是古董，全都是一些古董。这都是我爸买的一些投影仪了什么的。挺多的，这里面很多东西，音箱，这是衣服，这里面还有什么？这个好像是放碟用的，老古董了，这个也有十几年历史了，这都是以前中国的旧的电子产品，就像这个东西，现在基本上没人用了。当时这个非常好用，就是给手机充电的，可能一些其他国家也应该用过吧，这个也挺有年代感的。这都是什么东西，很多年了，我都没仔细看，这上面好多东西，还有一条数据线，这是什么的，看一下，
这是三个头的数据线，这是我爸买的唱歌的卡拉 OK。还有一些修手机的东西，这个修手机的看笔，这还有什么，这是钢化膜好像。这钢化膜可以换一下我的手机，我的手机钢化膜好像坏了，我看看里面有没有，有的话把我手机换一下钢化膜。哦，这里面还有一片钢化膜，刚好刚好有一片，一会儿拿去换一下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保修卡，我有的，还有一个卡针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还有话筒，我爸以前挺喜欢唱歌的，在出门打工的时候就喜欢买一些什么唱歌的东西，就自己租一个房子，天天唱歌，天天嗨。反正我爸在外面应该是挺快乐的。这都是我爸买的，全都是我爸的东西。这边还是一个放碟用的，全都是放碟的东西。看，这都是我爸以前搞的设备。以前这些设备都不便宜，那时候工资也不高，我爸挺舍得买的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爸弄的。这边好像没有什么，这里面是衣服，这里面粉条。看这个东西比我的年纪都大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被子里面的棉花，很多年了。这边的话也是有窗户的，但是这个窗户基本上就不开，就这样。这个就是放一些东西，其实也可以住人啊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。给大家说声抱歉啊，我这个人就怎么说呢，有点邋遢，就是不太喜欢整理，然后有点懒吧，也可以说有点懒吧，不怎么勤快啊。然后我的东西就乱七八糟的，大家别介意啊，简单看一下就行了。这是我买的一台电脑，花了600人民币买的，二手的电脑，能够玩游戏，玩 GTA 5了，大表哥2的，荒野大镖客2都可以玩，能玩大型游戏。然后这边柜子也是比我年纪好像都要大。搬到楼上来，我的一个储衣柜，我的衣服很多都是旧的，我都没怎么买过衣服，我这个人也不太注意形象，兄弟们，各国的朋友们，大家不要介意啊。这都是我一些旧衣服，好多年了，我都没怎么买，一般我都不买衣服。然后这个音箱也是我爸的，电扇都是我爸买的。然后这边的话可以透透空气，也有窗户，也可以去看一下外面的这个风景。马上就天黑了，然后今天这一天又快结束了，2024年2月4日就此马上结束。晚上玩一下，然后就到明天了。我们中国的农村就是这样子的，看起来是不是也挺美丽的？可能在农村里面赚不到什么钱，可能，但是在农村的话，肯定是比城市要快乐的，要自由，要舒服许多。这生活节奏比较慢，也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就喜欢乡村生活，我不喜欢大城市，因为大城市那种繁华与热闹并不是我喜欢的。可能每个人都不同吧，有的人喜欢热闹，有的人喜欢自由自在的，喜欢这种慢节奏生活，而我就是这一类。
现在马上天黑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有些地方开始放烟花了，因为现在是我们中国的大年初一，也是春节嘛，很多人都返乡回家过年了，然后他们有的有钱的话就会买一些烟花，然后燃放烟花庆祝一下嘛，毕竟辛辛苦苦一年，怎么着也放几个烟花嘛。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农村怎么样呢？另外呢，大家觉得我的家里怎么样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评论留言，喜欢呢记得关注哦，感谢你们的这个观看，感谢你们的观看，世界各地的朋友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